我帮你把头发梳顺了再洗啊，把头低下来，快啊！哦，你的荷包呢？荷包，我来了，因为要洗头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拿下来，还得挂在你看得见的地方。 你这个混蛋，你气死我了！他在骂少爷呢。哦，青青，青青怎么了？又给云敢闹别扭了？小草在学校里给欺负的好惨，他这个大哥都不知道在做什么。今天早上小草的荷包被一个小虎子给扔到井里面去，你们说气不气人？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 是一个什么样的荷包啊？我明天让人再给你买一个就是了，啊？荷包是可以用买的，可里头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，每一样都跟海爷爷有关。小草一年才见他一次，好日子不过十多天，其余的时候都在吃苦受罪。那个荷包是唯一可以安慰他的，他数着里头的小东西。 想着海爷爷怎么疼他，正在把眼泪往肚子里吞。你们不知道，那个荷包陪他熬过多少委屈，你们根本都不知道。不要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怎么能让他受到这么严重的委屈？你怎么可以？不是我说他，你们自己看吧，看看小草胳膊上多少个淤青。 膝盖也跌破了皮，都是那些坏孩子干的。少爷也是，今天被打的眼圈都黑了。哎呀，伤得这么重吗？啊？是的。啊、这些伤真的是小虎子弄的，你怎么都不讲呢？讲了有什么用呢？你自己都管不住那些坏孩子。头一天上课，你不是被他们放蛇给咬伤了？什么？被蛇咬伤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
袁凯，袁凯啊！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早已经好了。我没说是不想让你担心啊。哎呀，起先我只当是孩子们淘气呢，刚刚听了青青说了这么多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实在是太可怕了呀。哼，我早就劝过他不要去管那所学校，可你们都不肯听我的。好了，我想你不要再去管那些毛孩子了，尽是窝囊气不是吗？跟着我才是正经的。不行，县长正式把学校委托给我管理，我必须对他负责到底。小事一桩，我明天就亲自找县长，让他另外找人。你放心，他绝对不会为难你的。我并不要这样啊。你为什么不要呢？听你爹的话吧，那些孩子又不听你的，又会欺负小草和少文，青青一心疼啊，又要跟你生气了。哎呦，瞧就这一团乱的，你这又何苦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嘛！我就不相信我连几个孩子都管教不好，我做事绝不会半途而废的。你们可以怀疑我的能力，你们可以不支持我，可你们阻止不了我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还不是关心你为你好。老爷，老爷，请让我插句嘴。我想少爷不是不明白大家的关心和好意，只是因为受了点挫折，难免心浮气躁了些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少爷正是有心人呀，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压力，不如给他鼓励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不管你要怎么样，我只管一件事：既然你保护不了小草，从明天起，他不要去上学了。不准！我管你准不准。我说不去就是不去，不准，不去！你没有剥夺他求知的权利，我有保护他的权利。你，小草，你自己说，你去不去？不要怕他，大声跟他说，我不去，说呀！我到底要不去就是吗？小草，乖，来婆婆这儿，来，婆婆，哎，你俩也真是的，他的荷包丢了已经够伤心的了。这会儿就别再逼他了吧，啊，别再说气话了，你也明白，书还是要念的。你现在也知道，小草会忍气吞声，委曲求全。那么今后，你一定会多多留心的，是不是？好吗？我保证，我不会再让他伤痕累累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待会儿我把他身上的伤清清楚楚算一遍，以后我天天检查，只要多一个，我就跟你没完。小草，我们走。敬礼，敬礼，何老师好。
好，各位同学，现在我们翻开第五课。老师，小虎的那个乱马挺颠的，不能动了。在哪里？快带我去。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在哪里啊？在前面。小虎子。我给不行，你们不要拉我，赶快放开啊！啊，我腿直不出力来了，可能是摔断腿了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回去，我哥哥来。回去。大哥，你再忍一忍，马上就来了啊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带他？你们怎样欺负我都没有关系，欺负我一个人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害我大哥呢？他这么着急的跑来，是为了要救你。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摔断腿，我不知道。大哥，小草，我看不见，你们可不能骗我。没事，真的吗？大夫说只是扭伤了筋而已，刚才推拿了半天，现在没事了，不疼了。这叫自作自受，都照你这样的管教法啊，把孩子们一个个都踢到我们头上来了，我怎么跟他说他也不听啊。你们都帮我说说，不然啊，下一个倒霉蛋该轮到我了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，这简直是造反了吗？那个孩子呢？早跑了个无影无踪了。不过我已经跟他父亲讲过了。朽木不可雕也，应该即刻把这孩子开除。对，伯父说得很对啊。你还不愿意啊？你看看你被整成什么样子。昨天晚上你不是跟我保证不再让小草伤痕累累，结果呢？你连自己都保不了。
袁凯，我原先并没有想到那些孩子们会使你疲于应付，现在我想，我觉得我应该说几句真心话了。我想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老师的，至少我没有真正的为你想过你适不适合，只是一听说你愿意留下来，我就什么都不管了，我也不问那所学校是如何的没有纪律，我也不关心那些孩子们是如何的调皮捣蛋，我只想到我自己，我庆幸这所学校能帮我留住你，而这所学校却害苦了你，我真是一个自私的人。袁凯，我求求你，你别再去管那所学校了，好不好？我说这些话还是出于我的自私，因为我太心疼你了呀。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更狼狈的老师了。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不要难过，你是我的好大哥，你是我的好老师。伯母，请你不要再难过了吗？我承认我自己心里也很不好受，但是我绝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就像月娘昨晚讲的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不会开除小虎子，而且我明天还是要去教书。我发誓，我非把这个小学导入正轨不可。